是谁的呀？艾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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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威，你有要紧无？你哪想到安尼啊？拄则我伫电话中有听到查甫人的声音，你是不是想欺负？阿威，你先莫哭啦。展开，阿威想到这样严重，就咱先送来病院啦。好，紧紧。甲财神讲，爱买只是受一挂花瓣伤，无啥物大碍，空嘴应该真紧就得好啊。艾薇，你今麦敢会当甲阮讲，你拄仔伫咧公园到底是发生啥代志啊？艾薇到底是安怎啊？昨咱找到伊了后，伊直拢唔讲话，看起来佫足惊吓，佫一直哭。嘿，敢讲伊是？之前我甲伊伫法国留学的时阵。马赛暗时的治安真歹，迄当阵艾薇就歹约外国人甲骚扰，差一点嘛着用欺负。加在当地警察出来阻止，甲遐歹徒赶走。啊，迄当阵的状况，就是即马安尼。那安尼，当然是赶紧陪伫艾薇身躯边啊，莫放伊家己一人去面对。